好嘞，别说，大家都请坐呢。好好，等我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啊。等一分钟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新，现在跟我姐还有萌萌翘翘在游乐场，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做棉花糖的机器。然后现在要挑战给他俩做一个棉花糖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现在需要等一分钟，等这个预热机器。哎，全是汗呢，是吧？谁选的呀？我选的。包子呢？包子没吃呢。它都有倒计时的。啊。那是扔的。啊，那个棒子呀，都扔里头，不啥选的走了。幸好我发现了。那这个是我的吗？对。你怎么卷呢？对，就那样卷。孩子怎么卷呢？小孩子，小孩子，小孩子这么做？这是史上最丑的一个棉花糖吗？你要说话。到点了，这棉花糖也太不值了。十个人。做棉花糖太不容易了，技术活啊。好不好吃？这棉花糖真丑啊。我弟弟以前咱们在这个地方吃，然后他就做了一小块，是不是可漂亮了？那这个难不难？来看你姐来，做完了没了。